欢迎继续收睇《耀才财经台》，嚟到开始锦囊嘅环节啦。新嘅嘉宾仍然系 Stanley 噶 ，Stanley 早晨。系你好。咁我跟进下市况先啦。咁恒见到上证先啦，不如先睇。咁上证指数呢刻咧就跌紧8点，做紧2430点噶。沪深300指数咧开市而家系跌紧9点，做紧2653点。咁而深证成指咧系跌紧29点，10452点啊。咁啊睇下港股啦。咁开市之后跌多咗少少啊，恒指呢刻跌紧206点，做紧18,550点，国企指数咧跌紧162点，9639点，成交暂时有15亿。期指呢刻咧跌紧94点嘅，18526点，咁啊低水25点，成交量有5800几张。咁啊，不如倾下个市况先咧。咁啊，其实今日内地方面就会公布数据噶啦，咁大家都即系喺度密切期待紧啦吓。咁啊，期待之前见到个股市嘅反应好似真系麻麻地咁样，但系话因为之前累积嘅升幅已经有成2000几点，太多啦，今日有少少回调啦吓。基本上都系啊，同埋你见得到就外围方面咧，喺翻呢段时间都叫做得比较，即系寻晚嘅时间咧，都可能比较系即系做得比较曳少少啦。咁亦都系受到一啲嘅即系银行嘅业绩嘅预嘅可能叫比预期为差啦。同埋，至于你话欧洲方面嘅情况咧，似乎喺翻寻日嘅時間冇乜特別嘅，你好少啲傳出嚟嘅，咁所以變咗你話翻呢個因素嘅影響之下啦，其實對緊港股係跟短期裏，因為呢段嘅時間咧都叫做係反映翻一個外圍情況。咁特別就如果你留意翻嘅話咧，係尋日期指喺翻美即係翻現貨收市之後咧，其實都出現咗個即係大幅低水嘅情況。咁喺翻之前嘅時間咧，如果出現呢個類似嘅情況嘅話咧，對翻即係都對好似都係預示翻咧，就係港股今日都可能會有機會低開翻嘅啦。咁所以你話翻今日嘅情況之下啦，我自己認為翻就都要幾睇翻就係內地證監公布嘅一個嘅月份嘅數據啦，如果你話喺翻即係如果大家預期之內嘅，即係講喺6%以下嘅話咧，就大家唔排除可能會即係會憧憬翻咧，就係話央行可能有機會有啲嘅即係一啲嘅刺激一啲譬如話放鬆銀根嘅行動啦。咁但係反之，如果你話個 CPI 方面咧仍然維持翻6%樓上嘅話咧，咁我覺得你話內地如果你係要放水嗰個機會，似乎真係比較微啲嘅。咁唔排除你話港股會借翻呢個嘅借口咧，有個比較明顯一個比較大幅嘅一個嘅調整嘅。好啊，咁啊，不如同阿 Sam 我跟進下啲藍籌股而家最新嘅表現係點樣先啦。咁啊，逐隻睇睇先睇。匯控咧而家做緊咧63.8，跌緊咧係1.4%，跌緊咧係9毫子嘅。另外咧睇埋咧941中移動啦，而家升緊1%，做緊咧74.15。咁啊，再睇埋另外幾隻嘅表現啦。咁我睇埋咧3988啦，幾隻嘅內地嘅銀行股啊。中行而家跌緊咧2%，做緊咧2.7嘅。另外啦，工商銀行咧跌緊2.25%，做緊咧4.35。建行咧跌緊咧1.1%，做緊咧5.21嘅。咁睇埋另外幾隻啦，見到咧港交所而家個表現咧跌緊咧2.5%。做緊117.9，新鴻基地產咧跌緊咧係2%嘅，做緊101.5，長實啦做緊咧94，跌緊1.75，而中銀香港咧做緊18.24，跌緊3.6，跌幅接近2%，而中人壽咧就做緊咧20.3，跌緊咧4.5嘅。咁啊，睇埋另外幾隻嘅表現啦，見到中海油咧跌成咧係4%啦，13.35，跌緊咧係即係5.2啊，啱啱跳咗，做緊咧13.4。中石化咧7.17，升緊咧3仙。中國鋁業跌緊咧係1.4，做緊4，而中國海外13.8，跌緊咧4毫子。咁而騰訊控股咧升緊咧3.3，做緊咧176.1啊。咁啊，啱啱都見到咧就係中海油啊，咁啊表現都幾麻麻地啊，咁啊即係見到而家就係跌成咧即係4% 啦嚇。睇埋就857嘅表現啦，咁啊暫時。即係升緊咧，係一格做緊咧9.29啊！咁啊，不如講下即係油啊！咁啊，見到琴日嗰個即係第二日下跌啦。咁啊，其實之前嗰個升勢都好似幾強勁下㗎。咁啊，而家回調又係咪屬於正常咧？咁啊，油股個走勢係點睇咧？嗱，其實睇翻即係尋日油價下跌最大原因咧，基本上因為啱啱尋日即係公布咗個嘅即係上週原油庫存意外增加咗啦。咁都表現翻你話即係睇翻呢個即係美國方面啦。不過對翻原油需求量咧都係叫做減弱咗嘅。咁事實上你看回現在全球來計，如果你說以回美國和這個新興國家，譬如中國和印度那個對油的需求量是比較大的，所以如果你說見得到譬如美國經濟真的現在見得到好像情況都不是那麼樂觀的話，對原油的需求量都是會相對比較減少的，連帶你對一些發達的發展中國家都能夠需求量都可能有機會出一個調整的，所以在大家憂慮全球經濟叫做可以放慢情況之下，油價你見得到近來都叫比較處於一個比較波動一個情況，即是都叫做大起大落的情況。但係整體上如果你話真係經濟萬一真係叫做轉弱嘅話咧，都油對油價本身咧，其實都一個叫比較唔係咁有利嘅一個嘅信息嚟嘅。咁而你翻你話油股方面啦。
當然啦，你頭先想睇翻三大油股近日嘅走勢都叫比較係反覆嘅，即係當然睇翻你話喺翻之前嘅時間啦。內地方面都有個即係低成品油價格呢一個因素都令到呢、這個譬如中石油啊，中石化咗個比較大啲影響啦。咁再加上就話本身睇翻之前嘅時間一個叫做係即係一啲嘅資源税方面咧嘅開徵咧，都係即係一啲嘅落實啦，亦都係令到呢一類嘅股份咧有相應比較大啲嘅調整嘅。咁所以短期裏邊咧，我知道得你話三大油股當中咧，其實就即係如果你話以一個睇油價個趨勢嘅話咧，似乎中石油和呢個中海油的表現就似乎可能會比較比較可能會差少少，反而你話中石化嚟嘅可能就會叫比較即係受翻油價嘅下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嘅石化產品係個個價格都回調嘅話，都可能會對中石化有啲影響嘅。好，咁啊內地方面數據公布咗啦，咁啊統計局公布啊，九月份嘅 CPI 咧係升咗咧6.1% 嘅，咁啊亦都符合翻市場嘅預期啊。另外啦，就係九月份個 PPI 咧就升咗咧6.5%，反而仲略低過市場預期啊。咁啊，不如略略講下呢兩個數據點睇啦。如果你係睇翻初步睇嘅話咧，6.1% 嘅 CPI 咧，咁就反映翻就係話可能對通脹方面啦，有開始出現嗰個回落嘅情況啦。咁但係始終你話個回落幅度咧，似乎又真係唔係咁大，因為睇翻你話之前嘅大家嘅預期咧，如果你係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嘅話，都可能到6%到咯。咁又當然又而家相差唔係好遠啦。咁但係你話究竟喺翻呢個情況之下啦，內地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放鬆個銀根咧？我自己又仍然有保留嘅，因為始終你話如果6.1%嘅話咧，其實你話同翻即係上個月即係同翻前一個月相比嘅話，冇錯嘅，係開始回調緊。咁但係你話要減壓幅，即係要減嘅幅度咧，究竟你話咪真係會即係可以反映翻就整個趨勢係向下咧？我覺得都係要即係再睇埋之後打後啦。十月份嗰個數據咧，會有個比較再明顯嘅下跌咧，先有機會放鬆翻銀根咯。咁而 GPPI 你見到都今次個要比預期為低啦，都亦都意味住反映翻咧，我哋嗰個經濟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係增速啊，即係嗰已經喺嗰個叫調控價格咧，開始都叫做係放慢翻。咁所以都可以預示翻你話嗰、那個CPI 方面咧，都可能喺翻十月份咧，可能有機會都會即係出一個比較即係都會下調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話呢個減幅究竟係咪即係即係足以令到話內地有機會放鬆銀根？我暫時覺得係有啲保留。咁啊，其實有冇話呢啲數據睇唔睇到即係因為我成日都睇啲報紙啊，啲分析員講話咩究竟啲中國經濟係軟著陸啊，定係硬著陸啊？其實 CPI 嘅數據可唔可以參透到呢一樣嘢咧？其實都相對比較困難，因為睇翻你話一個軟著陸、硬著陸個定義本身咧，其實話經過一啲譬如話硬著陸嚟計啦，又話啲嘅政策咧令到個經濟個急速放慢嘅情況，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對翻經濟嗰個傷害性咧係比較大嘅。咁反之咧就話軟著陸就話令到經濟即係嗰個增速咧係有個有序地啦，即係慢慢可能係即係叫做平穩地咁樣，即係慢慢可能係放慢翻啦。咁呢個其實係相對嚟嘅比一個叫好啲嘅方法。咁但係咧真係睇翻而家 CPI 嚟計咧，我覺得就叫做係比較難睇啲咯。甚至乎咁講翻啦，如果你 CPI本身係處於一個高位嘅話咧，反而你話政府方面啦，可能會出一啲嘅即係有啲叫做雙管齊下嘅行動啦，即係可能喺翻即係貨幣政策上咧，可能會有啲比較明顯一個嘅調整嘅。譬如如果你好似透過之前啦，可能加息啊，或者係增加存款準備金率呢啲嘅行動啦。咁但係相反啊，你話而家 CPI 如果係出現一個回落嘅情況嘅話咧，變相你話加息壓力咧，應該就會係叫做減輕咗嘅。咁所以對翻後市嚟計，這個因素可能會都叫做係有利翻後市嘅表現。咁啊，見到其實內地股市即係公布完個數據個表現都幾好啊嚇，咁起碼即係深證成指。即係深圳方面個股市都升咗上嚟先啦，咁啊深圳成指升緊12點，做緊10494點，而滬深300指數咧升緊係1點嘅，做緊咧2663點，而上證指數咧個跌幅亦都收窄咧，而家跌緊3點嘅啫，做緊咧2435點。咁啊，其實整體個股市可唔可以即係行翻好少少咧嚇？其實初步睇我自己覺得你話即係個港股喺低位反彈到而家呢個一刻為止咧，基本上都叫做係即係累積升咗真係唔少噶啦。咁所以同埋你睇翻呢段嘅時間咧，其實你見得到外圍方面咧，其實都冇話一個太多一啲叫即係特別話突破性利好嘅消息，即係反映翻呢次嘅升市咧，其實就真係同翻基本面嚟睇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冇乜太大嘅改變嘅情況出現咗嘅。咁所以睇翻後市嚟計咧，我覺得都仍然處一個叫比較反覆嘅格局咯。甚至乎啊，如果你話睇翻而家歐洲嗰個情況咧，似乎真係都唔係話咁樂觀啊。咁所以我會認為翻。即係話個港股其實都彈到呢啲位置，我覺得反而都真係叫即係差唔多嘅。所以咧，短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反而就真係都有機會可能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嘅。好啊，咁啊，唔該曬 Stanley 啊，咁啊都要申報一下啦。啱啱講嘅股份你有冇持有㗎？都冇持有嘅。好，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係繼續有我哋耀財財經台直播嘅節目啊。咁啊大家可以繼續咧留喺你哋嘅電腦啦，或者咧企喺街度咧睇多一陣啦嚇。咁啊睇而家恆指表現啦，跌緊咧97點，做緊18659點，而國企指數咧跌緊72點，做緊9729點嘅，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發達廣場嘅環節，再見啦。